存换了一天的功课，我们来尽情欢乐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喝豆汁儿环节。哇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表情很丰富，应该很好吃的样子。这是效果吗？这样的话会给后面的人压力比较大哦。啊！我呀，他喝了，对不起了。厉害了！又憋气啊！你知道吗？那个。工人也会死的，有够劲！哇 ，wonderful！ 很好喝，你要倒回去。停一下。你别晃我，体验到。没有没有，老北京会比较喜欢喝这个。真的是喜欢，真的是喜欢。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干杯干杯干杯！哇哇哇哇哇！啊，味道不错，就是有点烫而已，不然我就干了。哇，是不是要盖拍手啊？拍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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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